莲花生大师主体内部这些木款已经圆满了，但是现在还要加背光，背光后面有八个永护，八个空行母，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个伞盖，那个要花400万美金，已经有香港的菩萨，两位菩萨护持了200万美金，我们也随喜。然后意思是说现在还差200万美金然后呢我们卡布堪布还会到世界到处去弘法来募款，然后呢所以现在如果各位要护持，那也可以慢慢的护持，但是我先把这次台湾有最近有2203人，然后呢总共护持了16万5千元美金，16万5千元美金，然后其中有三位各1万美金的，一个是泰山佛陀寺1万美金，梵蒂珠菩萨1万美金，周逢南合家1万美金，嘉义钟淑芬居士1万美金，北京中国昆仑学社美金7420元，人民币22370元，高雄菩萨700美金，好，湛山法师300美金，好，高雄菩萨500美金，好，这边有一些珠宝，还有一些现金。曹雅薇和家1万块美金，新加坡慈悲生命协会有18万美金，还有108尊嘎当塔，还有1000部的华严经，还有1000本的解脱经，慈悲协会带来要装帐的，然后新加坡慈悲协会以此18万美金跟装帐的。回向所有功德主及一切父母众生同享功德，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。感谢宝云师姐，台湾还有很多菩萨，集起来一包很重的黄金，很多位菩萨，还有一包黄金，还有他们要装帐的一些钻石。好，在这边我也要代表生命电视台，包括我要回向给我的师父，所以现世父母。要护持莲师圣像50000块美金，还要护持佛学院50000块美金。除了这个圆满以后，在那边正在盖佛学院。那下午有听康部讲，将来这个佛学院，那么可以装到300人啊。所以除了有这个圣像，更要有佛学院，所以。他们自己已经存了300万的不丹钱做佛学院的基金，那各位将来也可以护持这个更重要的。今天总共美金51万1675元，还有不丹钱86000元，然后我们最近几天放生的钱，不丹钱400万还有433万不丹钱。我愿大家
帮忙宣传，特别这个莲师大象，包括将来的佛学院，然后呢能够分担我们堪布嘎波仁波切的辛苦，让他不用跑全世界啊，然后让他专心的在这边办佛学院，把他的教法能够弘扬出去，我想这个最重要。这边他们不会做素食，所以我跟我们昆春喇嘛有讨论，要决定在这边做一个，在廷部做一个素食馆，素食馆，然后来推广素食跟放生。因为过去这边有开一家，结果倒掉了，不但还没有素食馆，各位可以来帮忙煮菜。好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庄严佛净土，上报父母祖先恩，上报国家社会恩，上报所有众生恩，上报三宝加持恩，下济地狱苦，下济恶鬼苦，下济畜生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好，现在最后一样，那各位可以供养我们堪布跟现场的喇嘛，好不好啊？共生，然后各位边供养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火供、烟供。为莲师造像做塔，福报功德无量。如莲师所说，妙色天女如意母，请听。未来的没有见过我的众生，我的法相可以作为消除黑暗的明灯。若人修建莲师像及塔，能转化为三身，弘扬佛法。没有亲见我莲师的未来五浊恶世众生，沉沦于无明黑暗时，我的法相能成为如响导般的明灯。若于此恶时，谁能修建供养莲师宝殿，上者于法身中，中等的于报身，低等的于化身刹土，得到佛果，能利益自他，竖起无上佛法之床。假如有人向佛像供养金银等珍宝，将会具足受用，永远远离贫穷之苦，得自在于一切财宝，永无一切敌害，库满财宝，具足一切圆满功德。首先跟各位大德们讲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这边的坛城里面的这个佛像的一个简略的介绍。因为各位大德们都是遥远的地方来这边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可以了解莲花生大师。那我们供奉的祖尊叫做莲花生大师啊，就是我们叫我等或者是相同莲师的这个像。那这个像以前是在西藏三密耶寺里面，莲花生大师在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所造作的啊，我们叫同等莲师的像。那莲花生大师跟这个佛像啊说，将来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可以代替我？那这个佛像自己亲自说话说，他可以代替莲花生大师，所以叫做等同莲师的像。
那后来在西藏，就是整个佛像呢已经破坏了，就是目前没有这个佛像，只有一个照片。那我们呢依照这个照片来打造，就是等通莲寺的这个像，所以祖尊供奉的叫等通莲寺的像。然后接下来是右边的，就是堪谦波迪沙朵，也是当时在西藏一个大梵音师。那左边的供奉的叫做提森德真国王，就是当时在莲花生大师引请西藏的这个国王。然后呢接下来是在右方供奉的，就是我们宁玛派里面呢有三大护主，就是其中一个叫龙泉巴大师。那这个龙泉巴大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，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宁玛派里面呢非常有名的一个成就者。那接下来是旁边的叫做吉米林巴尊者，那这个吉米林巴尊者也是莲花生大师跟龙泉巴大师的化身，也是可以算是当时莲花生大师在世的时候有两种的弟子，一个叫做出家众，那另外一个叫做百亿居士。那龙泉巴这边的拍戏就是出家众，那吉米林巴这边是百亿居士，有两种的这个传承，所以这些都是所谓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弟子。那接下来在旁边的就是我自己的根本上师，叫做敦准法王及这一些多杰，那他也是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。我们所谓的福藏寺里面呢，他是一个大的这个福藏寺，所谓的取福的取莲寺的这个福藏的这个福藏寺。那接下来在左边的也是我自己的根本上师，他来自西康的这个西藏西康的德吉地方，他的名称叫做 Kempo Ngachung， 一般名字叫做就是 Ngachung， 那真正的他的名字称为是 Tupten Gachen， 他的上师的本名叫做 Tupten Gachen。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坛城当中供奉的这些的这个坛城。Yeah.